你看什么鬼片？就丽英宅，因为我之前看鬼片都不觉得恐怖，可是我这一次看鬼片，其实我回家竟然有一直想，我就觉得好害怕哦、喔。我跟你讲，讲到丽英宅，就是我心中一种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那天我在那个我们录大学生的时候，我跟阿天跟那个怡佩吴怡佩，然后我们三个在那录完之后，然后就吴怡佩说：“哎，我还没看过丽英宅这个电影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那怡佩，我陪你去看啊。”好。他说：“哦，好啊。”然后十秒钟之后，阿天就经过就说：“哎，怡佩，那我带你去看。”怡佩说：“哦，好啊。”我说：“等一下，你刚不是答应我吗？你现在答应他什么意思？”那一边说，三个人一起，不能三个一起啊。然后我说好啊，那这样到时候如果看电影的时候，一片你坐我跟阿Ken中间。对。然后如果真的很恐怖的话，那你要抱谁？你要抱左边的他还是右边的？对，就抉择。就他就说，当然抱阿Ken啊。他完全没有考虑哎、欸哦，他就直接回答你了，对，很过分哦、喔。为什么？他要说什么吗？没有为什么，他就是喜欢肌肉类型啊。所以你们看了没？到底没有，我就说那你们俩自己去看，我说算了。哦，是你就是没看，我就不要看了、啊。好无聊哦、喔，已经有爱心了，还想吴一佩。哎、啊，我说出来什么了？开玩笑啦，这是什么？